天来到台中吃了茶寮，赛前今天填饱肚子。哇，明天要比赛，现在在那边吃。对。爽哦！比赛前不是应该要瘦身吗？用手机量化不是最重要的准则吗？明天没什么对手。明天没对手。明天没有什么对手。那关于明天的比赛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这个是指泡菜。小菜一碟。小菜一碟。听说你要偷改了。我没有偷改啊。那你改了什么呢？我换个车架而已、啊。是吗？对啊，轻量化车架。那你现在前后是什么？前后反托尼斯。大屌超人是不是？看你有多屌。哎、欸，那你是第一次跑吗？我第一次啊。第一次。我第一也都刚买啊。第一刚买。对啊。哇，第一次就是要让大屌超人难看嘛。对，让他知道他的三公分有多小。我是大概有看了网络上一些影片，应该是预设目标在两分内，所以他刚刚跟我讲说他跑两分六，轻轻松松嘛，叫老板先把饮料煮出来。好、哦，你有信心会验过吗？废话。来，神预测，神预测几分贝？九九。经过稍早的报到、验车等手续，大伙们也回到品田区，准备为待会第一节的活动去做准备。而我们今天的主角总和罗东，在面对他的对手 ES 哥哥，似乎也不敢怠惰。虽然之前 ES 并没有赛道经验，但是毕竟是订阅数高达30000的机车 YouTuber， 速度应该也不会慢到哪里去吧。穿好装备，挂好脱扣，一场机车 YouTuber 的内战即将要开始啊！原厂跑车 YZF R6， 精装接着 MT09， 到底谁会在这一场竞赛中取得胜利呢？
西从前面下车。哦！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路线记录下。Best， 在第六圈。这个要参加。有哦，我记得。哦。果然是准备的功劳。可以打 NG 啊！几家欢乐几家愁。纵横罗东，你在第二节将单分推进至两分内，但是跑了两节的 ES 却还是连两分整都还没有碰到。问题他一直走啊，两分零二。等一下，就是要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空位，没有车的时候。就在这时候，来自新竹伟云骑士的人称水湾大师。兼赛道数据分析师的邱正远邱老板出现了，不过你以为他只是来跟 Showgirl 拍照的吗？并没有，他将 Yes 哥哥与东哥两个人的 Q Stars 赛道数据输入至电脑，并将两者的资料做交叉比对分析，试图找出两者差一点到底在哪里。这是2026，这是159，然后他就是开，他会开那个。几点开始？我是你们的绿色。对。最差一点这样。哎，为什么在这里它就比较差？哎，好像也。第三、第四，那个下坡。我老公是蓝色。我是绿色。没有09直线骑比较快。最沙溢在最后的一秒弯。这就掉很多。哎，真的沙一点而已，应该就后面。几个地方没有骑好。来一个。你说，哎，你看在这边拉开了。对。是我开完旅游。在透过赛道数据了解到自己骑乘上的弱点后 ，Yes 哥哥是否能完全吸收理解并做出修正，进而在单圈有所突破呢？截至第三节为止。Yes 哥哥都还没有进入两分内 ，Yes 是否有办法在最后一节打倒综合罗东呢？
在感言呢，我是觉得啦，毕竟900cc 跟600还是有点差异啦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因为我下午没有跑，所以输是正常的，没有让我机会再反败不复活的意思。对，好。我跟你讲啦，啊，战败感言，我又败了三集，我最懂，就是感觉到看我怎么那么废，我怎么骑这么慢，落差很大。但是讲真的啊，因为大屌超人他就是只有跑两节啦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也给他个台阶下，哎，毕竟我们也是就是第一次跑啦，然后我们也没有用暖胎包哦，因为我在前面的时候，第二节战败的时候，我的这个计时器被拿去跟人家做比较，结果突然有个人说：“哎，后面 S 弯出弯很快。”那我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时候就比较注意在后面的弯道的部分。然后我是一个好的对手，因为我会跟他讲他的缺点。对他，他尾巴几个弯可能弯速不够，所以我提醒他，让他对加快。对，所以。如果有157真的是我有点功劳啦，就是我跟他讲他的缺点。对，山道非赛道，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比起在山路，你更能在赛道里享受完整的超驾乐趣。透过在赛道输赢方式，不但能精进骑乘技巧，更能深化车友间彼此的情谊。来赛道绝对会让你对骑车这件事有截然不同的感受。这次很感谢能与 ES 哥哥一同执行这个特别的企划，也恭喜 ES 在第一次下赛道就进两分内。哦对了 ，ES 哥哥也有对这一次的赛道日拍片，大家记得要去收看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